欸，我接下来讲的东西应该不会被急吧？不是，这个产品你给十个稍微懂点科技的人看，应该有十个人的感想都会是，这到底是什么鬼啊？好，我觉得这就算了。重点是我真的想都没想过，一个知名电商平台会上架这种那么像诈骗产品的东西啊。就是还没开箱，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先奉劝各位了，那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要买。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哲。虽然说今天要吐槽要开箱的东西嘛，说它诈骗好像也不太对，但看那产品本身的图片，除了品质我相信是有待加强的之外，它也完全是那种会被诈骗一页式网页给神化，结果买了之后就是长这样的产品啦。反正我也不多说废话了啦，就来带大家看看这产品的介绍吧。标题这边写数位相机4800万高清像素16:4K 录像微单数位照相机旅行用带 WiFi 相机，售价是5999元，旁边10999元被杠掉了。我一年前看到的价钱好像也是这么写的，反正就永远的打折啦。但你看旁边的图片就知道卖这价钱的来由了。我只能说介于一个对劲与不对劲之间啊。第一眼可能没啥问题，但看久了你就会发觉这个槽点简直越来越多。首先这相机没有任何的 logo， 取而代之的是这个闪光灯，而且这个闪光灯很明显就不是我们一般相机会配备的氙气闪光灯，看起来只是4颗 LED 而已，然后旁边写着大大的 4K Ultra HD， 看来 4K 录影是这相机蛮强大的地方。再来这边又放了一张这相机比较侧边的图，记得它是左右颠倒的。来看这图片所写的字啦，上面写 New Upgrade 还写两次，然后 4K 引擎匠心制作，你们到时来数数看它到底提到几次 4K 好了。而且对，这产品的定位是微单哦，照理讲如果要叫微单的话，它的镜头是要可以拆下来更换的，但这个东西我是不认为可以这么做啦，反正到时候我们实际用看就知道。再来还有4800万高清画质 4K 高清录像，哇，高清这个词它也是很常用到，而且还有支援 WiFi 耶，这个倒是有点意料之外。红外夜视镜头也是一般相机所没有的，欸，会不会这相机其实很厉害啊？我不应该先这样以貌取人的。然后这边写巨优严选6+2全波超清镜头优异画质，6+2这句我有点看不懂就是了。哦，然后各位也发现吧，这个是在台湾一个非常知名的电商平台贩卖的。先说我不是在凑这个平台啊，我自己很常在这里买东西，无论寄货速度还是售后服务我觉得都很棒，只是我真的没料到这平台会上架这种东西啊，而且已经上至少一年了。好了，然后它的规格就只有黑色一款，买来送你一张 32GB 记忆卡，这个记忆卡倒是一定也是得探究一下的啊。反正就来看下面介绍啦，这边写说全新升级4800万像素，这发现三年前可能还有些吸引力，但现在真的随便一只手机主镜头就是这画素起跳了。然后下面这句刚刚念过了，这已经是这相机的 slogan 了吧，底下写说 3.0 高清折叠屏，起初看到这个我还愣了一下，没有啦，这当然不是那种折叠萤幕，而是现在相机常配备的翻转萤幕，然后 3.0 就是三寸的意思。再来可以边充边录，支援 MHDI 这个我就真的看不懂了，它是 HDMI 然后打透字吧，只是上面这个示意看起来比较像网络孔啊，查了一下也没有它相关的形容，最接近的应该就是这篇了吧。 MHDI 的意思是高画质界面工作小组，但也不可能是这个啊，我们就当作它是打错字啦，不管了。接下来这三个就是刚刚提过的东西，还有支援外接麦克风哦，虽然放了个很像记忆体的 icon，哎，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 WiFi 功能，慢动作录影这个刚就没提到了，但画质也没讲，还有锁死拍照、移动侦测录影跟自动聚焦，所以功能其实算多耶。而且它好像真的很强打录影这部分一直提到，然后这里放了实拍照，各位参考用就好。好啦，其实它也没有说这张照片是由这个相机所拍出来的，底下还做了两种画素的对比。哎，正常来讲3000万画素也不会到这么糟好吗？我真的觉得有些厂商在做那种比较宣传图的时候，不是过于夸大主角，就是过于贬低比较对象。哎，有时候看到真的会觉得，大家都可以不要这么不真实，可以吗？突然就抱怨起皮的东西了，反正就来继续看看了。它有三寸的翻转萤幕，但不知道能不能触控。然后翻转的样子就如图片所示，这个各位应该也可以想象得到。啊，这个 WiFi 指的是可以用手机来遥控跟下载照片，现在很多大厂都有这功能了。这么说来，它有专属的 App 给手机用喽？原来这相机是这么专心在做的吗？再来这里写夜外摄像，有点看不懂意思，反正他想表达的是夜拍很强啦。哦，然后他是可以外接镜头的啊，这边说借了广角镜头后就可以拍广角跟微距了，只是这一就说不上所谓的微单啊，微单是整个换镜头，这只是既有的镜头叠加上去而已。然后这两张图片就是他的广角跟微距的示意效果，一样参考用就好。再来这几行也是上面写过的，
有多了一行英文啦、啊，上面写什么 ？For glass optical lens， 反正对，看起来很厉害。到时拍就知道它有没有清晰、锐利、鲜艳、明亮。再来定时拍摄，这个大家都有。哎呦，还特意说它可以拍短视频，看来是有跟上当今的短影音潮流。接着就是实际的产品图，既然是在这平台上架的，那外观应该是不会炸漆啦。买来开箱应该确实就是长这样。在这边就是它的按键说明了，我们就大致的看过一次好了。这边有拍照键、开关键，还有热靴接口耶。再来这是相机都有的旋转齿轮。上面有哪些模式？有回放、缩时录影、延时录影、录像键、延时摄影、拍照模式。我就说这台相机真的是很强打录影这部分啦。里面六种模式里面就有三个是跟录影相关的了。再来就是它的萤幕内侧也有取景框，然后放大、退回变焦键就是在这两边。再来就是一般相机有的闪光灯、连拍、缩时，这不是缩时啊，这应该就是那种倒数计时。这个也不是所谓的锁屏键啊 ，display 的话应该是切换显示方式才对，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翻译的啦。哦，产品参数这边就有意思了。首先，影像感应器这里，你看俩丢啊，说了这么多是4800万像素，其实根本就是1300万，然后差值上来的。所以实际上它的画质一定都是远远不如4800万。然后它可以外接到128GB的 HCSD 卡，我们这边常见的念法应该是 SDHC 吧。然后镜头的话，你看就是固定镜头啊，这根本不是微单啊。光圈是 f3.2 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换光圈。所以好，你看至少它很诚实，这边有写 48mm， 然后后面挂号软体差值。再来录影的话，它最高是可以录到 4K24fps。哎，等一下， 2880×2160 这是什么怪解析度？它录出来的画面很方哎、欸，这个应该是4:3的比例。那你最多也只能讲它是 2160p 啦，这根本不到 4K 啊。然后 1080p 的话是还不错啦，它可以录到 120fps， 这应该就是它所谓的慢动作了。只是我觉得奇怪的是，如果它这样写的话， 1080p 可以录到 120fps， 那换算过来你 4K 应该也可以录 30fps 啊。而且我指的是那种完整的 4K， 不是这个所谓的2880。然后你要录 60fps 的 1080p 跟30也是可以的。再来 720p 就更厉害了，它可以录到 240fps。变焦的话就是对16倍的数位变焦，所以可想而知它的画质会很惨。再来它还有支援 USB 2.0 高速啊，高速的 USB 2.0 哦。抽取是磁片，这个应该是 SD 卡啦，然后也是 USB 2.0 挂号高速。那还是支援 HDMI 输出的，所以刚刚真的是打错了啦。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吧，这个就是它所有的介绍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开箱这个奇怪的产品吧。我觉得光是看到这个盒子外形就有点匪夷所思啦。一般我们从那个电商平台寄来的盒子应该不会长这样。而且我也不是从他那种 C2C 的个人卖场买的啊，反正我们就开箱看看啦，这个应该用手势就可以了。OK， 非常的直觉明了，上面就写着 Digital Camera。对，然后可以看到它外包装上面贴的这个备注写的是 PC 相机，所以是 PC 后卖的相机的意思吗？啊，我好像讲出来那个关键词了。反正外形就长这样子，这个应该是不用怀疑。再来再度写了一次 Digital Camera， 所以上面这个 Digital Camera 应该是它的产品名称。然后这个名为 Digital Camera 的产品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就是 Digital Camera。再来是4800万画素嘛，但是你刚刚也说了，这是差值上来的。再来还有16倍的 Powerful Zoom， 哇 ，Powerful 啊！它对他们的变焦很有信心，但是1300万画素在16倍的数位变焦，我相信效果不会好到哪去。它这边其实也有一个暗示啦，你看这个放大镜中间写的叉叉，也就是它平时其实不怎么好。然后后面就是写 Video Camera 是录音功能了。侧边的话一样的东西，就只是换了个不同的排版。然后另一边好了，再度写了 Digital Camera， 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欸，可是你产品介绍不是很强打它的 4K 吗？为什么这个盒子都没有提到？对呀，而且这边不是要写的 4K Ultra HD 吗？空了耶，现在不管了，反正我们就来开箱看看。这边就是它的说明书了，就给各位随便看个几眼啦。其实它写的还算用心。然后底下附的就是他们所谓的 SD 卡了，虽然说它是来自一个蛮知名的品牌啦，可是这盒子的岁月痕迹让我强烈怀疑它是不是已经用过了。这里各种的皱褶我觉得就算了，这个记卡板的位置完全就是歪的，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这是用胶带来固定的耶，它本来应该好好的卡在这中间的，结果可能 for some reason 就是掉了，然后它就用这种方式来粘起来了。后面这个地方也被撕掉了，到底是为什么啊？我完全不确定了，我觉得我的相机应该都不是全新的了，反正这就是相机的本体了啦。这边空了一个圈圈，不知道是为什么。哦，里面哦有了有了，它电池藏在这边，那你完全没有必要用那么大的圈圈吧。再来就是它的传输线，我们来看一下它界面。哦，欸，它居然是用 Type C 的，欸，我想到这种东西应该顶多就 Micro USB 而已。看到 Mini USB 这么奇怪。再来这边还有一条线上，欸，我觉得你刚刚也没有说错，因为这个也是一条 Mini USB 的线。
所以它是这样 ，micro USB 跟 mini USB 两个一起付哎。重点是条 micro USB 线上面它写着 ASUS 是华硕的线哦。这到底是从哪边拼凑出来的产品啊？这个记忆卡可能就是从别的库存里面台湾过来的。然后这条短线呢，我觉得应该就是从之前的华硕行动电源台湾下来的吧。不管了，我们真的要来看一下相机了。这个重量嘛，算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本来就不会觉得它有到多重了，那拿起来也没有到很轻啦。反正它的真面目呢，就是这个样子啦。所以你看，我就说 PC 用的产品应该是不太需要怀疑的啊。我又讲出来一次，它确实就是这样子的外形。然后这边也写着 4K Ultra HD， 只是这个镜头看起来就没有产品图上面那么的专业了啦。它真的就是一个小小块的，平常我们会在手机上面看到的那种。你别说啊，现在手机镜头本身都比这个还大了。哦，然后上面这一块其实是透过来的，是不是？原来观景窗它是直接透过去的、啊，没有经过任何的折射反射，它就是对很直接的观景窗。然后上面这个是热靴啦，不是，这没有任何的接点。这个东西它其实不叫热靴，它叫冷靴。要真的有那种金属接点，你这样配件它可以用的才叫是热靴。OK， 然后这边就是做这种类皮革质感，但是一摸就知道是塑胶的。但其实老实讲，它的塑胶感也没有很重啦。就很像是我们在那种比较平价的相机上面所会摸到的东西哦。然后这个镜头周围写的 Digital Zoom Lens 16X， 你看它很诚实啊，它这边也再次写到是数位变焦，然后底下就是一些镜头的参数这样。对，它这边写到 Macro 微距的话，我在这个盒子上面没有看到任何的外接镜头啊，还是这是要另外选购的吗？好像是耶，里面就空了啊。这个圈圈本来应该是要放那个外接镜头的，对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不见了。那好了，那就算了，我也没有拿它来拍超广角的意思。然后这边一圈也写着 CMOS Camera Digital Zoom， 上面的按键我也来看一下，写的就跟网站上一模一样啦。这边是开关键，这边快门，快门键的话，哎，两段式的，还不错。它有分轻按对焦、重按拍下去。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麦克风了吧？然后这里就是它的旋钮，哇塞，爽到不行。但也还好啦，至少这个回馈感是有的。那我们就先切到拍照模式吧。你这东西长得比我小时候的玩具还像玩具。那你可能不知道，我在前几年拍的那个。在便利商店买到的那个相机，那个才是真的玩具。我相信这个相机的品质一定还是比那个玩具数位相机还要好个几百倍。好了，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三寸萤幕，感觉是真的有到三寸啦。然后这边是它的保护贴，没有贴好，但它应该本来就是让我们开箱之后就把它撕掉的啦。只没关系，有我好好保护这珍贵的三寸萤幕。然后这边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些键，上面还有两个指示灯啦。我猜一个应该就是电源，一个应该就是写入吧。再我们看侧边的部分，的确有这个麦克风输出孔。然后这个写的 USB 跟 HD 的孔应该就是对各位想的那两个东西。 USB 走的界面是 Type C 没有错啊，那它副 B 干嘛？然后旁边这个应该是 Mini HDMI 啦。所以刚刚华硕那条线是 Mini HDMI 的接头？不是，那完全不是，差很多。这个很明显就是 Micro USB 了啦，我干脆抽奖出去好了。然后底部的这个锁脚架的锁孔，旁边这边就是 Micro SD 插槽，直接裸露在外面。再来电池就是在这边放，我们现在就来装上去吧。它附的是一个1500毫安时的电池，希望还是有电的状态啦，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产品一年会卖出几台来，这可能已经库存了两三年说不定。可是刚好像有听到这个机械，哎呦，好，没事，我们要把它给盖好，不要让它弹出来。那就准备吧，3、2、1，启动，哎，开了开了 ，Hello Camera， 哇，太帅了，还有一个尊爵不凡的开机声音。所以你看，其中一个灯的确就是它的电源啦。然后这个因为我相信也是可以翻转过来的，对，就像不对，等一下，它怎么水平翻转呢？对，它不能这样子翻过来。好吧，那你也只能这样子啦。至少这样翻过来之后就可以拿来自拍了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广度到底如何好了，就是一个蛮普通的广度啦，这我相信当今很多手机都可以超越它。那既然都对到，我们就来拍一张照片吧。Cheese 啊，哦对啊，忘记插 SIM 卡了 ，SD 卡 SIM 卡。我们就将这张 Kingston 的 SD 卡插进去吧，方向应该是这样没有错了。哎，对，只是它支援热插拔嘛，如果我们这样不关机直接插的话，啊，可以耶。对，反正拍出来的照片就是会像这样子。所以第二个问题来了，它的萤幕到底可不可以触控呢？不能的哦，一切的一切都得用旁边的按键去操作。而且等一下，像素设置 56M 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指的应该就是 megapixel 了吧？那你怎么会有5600万画素嘞？你旁边盒子那些什么的都写那么多是4800万画素了，结果它是更高的耶。但我们也不用抱太大的期望啦，因为它应该就还是1300万画素差值上去的。只是好，如果你是说1300万画素差值的话，它也没有 13M 的选项啊。你能选到最接近原始画素的就是 12M 了，然后其他的设定就是白平衡、滤镜、场景，就很像是在操作那种傻瓜相机的感觉啦。然后我们现在图像质量也是超高质量啊，
居然还有长曝光吗？它最久哇，可以到10、20秒、30秒，所以我们是可以拿它来拍车轨的，是不是？这个我们之后再来试试看啦，不然我们就是拿一个5秒的长曝光好了，看它是不是真的长曝光。没有啊，它只是倒数而已。看来我们误会他的意思，不是，他根本没有写好，不好，不是误会啊。我们所谓的长曝光，一般人应该就会想到是几秒的快门这样子啊。结果这个指的是倒数计时啦。那我们从这边按就有了啊。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兔子写在这边了。那他也是做到了一个创举啦，因为有谁拍照会用30秒的倒数啊？太长了吧。在上面这个按键应该就是闪光灯，现在是自动闪光灯嘛？哦，现在就是全亮了。所以你看，很明显那个就是 4K OLED 在上面了。亮度是还蛮够的、啊，只是就不是什么星星闪光灯了。然后旁边这个按键应该就是连拍吧？对，现在应该是进入了连拍模式。那我们就来看它速度有多快好了。我们这边放一个码表，然后就让它开始。我们来拍拍看它整个间隔到底是有多久？3张而已吗？喂，它的快门声真的是有够廉价的，我的天哪、啊！然后每次拍完照片，我还要从头转到尾去看预览，太麻烦了。第三张是6秒74，第二张是6秒35，第一张是5秒62，这个间隔是差的有点多啦。只是如果我一张照片是在大概0.4秒的话，那它还算不错啦。而且我发现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了，请问一下，为什么它里面有8张照片？我们刚刚从头到尾算下来，应该一直拍了大概4、5张而已。你刚刚拍的第一张它的编号是04的。好，所以意思就是我们，哇靠，这个应该是他们在测试相机的时候所拍出来的测试照吧？反正不知道是哪边的办公室啦。哦，他很贴心的吃这个相机的数位变焦。OK， 反正就这几张照片，没有什么好看的啦。所以看来他们是真的帮你测试过记忆卡是好的呢。真的是太棒了呢。超级贴心的销售，帮你测试记忆卡。然后照理讲，我们在播放画面的时候，按这个 display 应该显示更多资讯，但是对他没有。那如果我们放大缩小照片的话，也是不行的啦。这个就有点不应该了，一般相机应该要有这个逻辑才对。反正好了，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其他模式好了。搞不好人家强打录影模式。你看这边确实是有到 4K30fps 的，所以是这样，刚才写的个个都不准，是不是？而且你看它如果是 4K 模式的话，刚才看照理讲应该会是4:3的比例，只是现在看也是16:9的啊，所以难道它真的是能录出完整的 4K 吗？我们就来录一下好了，那录影键应该也是这个啦，开录，录那么久才录1秒钟，因为这个是缩时摄影的、啊，它上面图示我真的是有点不太了解。那这个的话、啊，这个才是慢动作。我想说，刚刚这个模式也太废了吧？它就是一个倒数计时，然后再帮你录影吗？对，然后这个就是慢动作，没有错。它写着 1:1P 4倍，这应该就是 1:1P 120fps 了。OK， 这个才是真正的录影模式了。它也有 4K30fps 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就真的来录录看了。现在就是这台相机的 4K30fps 录影模式，我们来顺便测一下它的望远好了。对啊，可以这样子慢慢哦，好大好大，只是防守阵看来也是不怎么好的。然后收音效果如何我也不知道。再来下一个，这个就是所谓的延时拍照了吧？我们就随便对着这个东西，然后拍一张照片看看好了。对啊，它也是倒数计时的啊，所以这个一何在啊？那不就是跟我们一般照哦哦没有啦，它是会连拍好几张啦。那我就大概了解了。那我们如果要停止拍摄的话，应该就按这个吧。好啦，那它就有一点意义在了。你如果在这模式下按下快门，它就会倒数个3秒钟，然后连续拍好几张照片下来，应该是直到你再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它是不会停的。好，那我们切到录影模式，然后进它的 menu 看看好了。它有个录像分辨率 4K30fps， 还有 2.7K 跟 1080p60，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60fps 好了。虽然这个萤幕的更新率有没有到 60Hz 我都不知道了，看来是没有。但是我们就来试一试看看吧。OK， 现在就是 1080p 60fps 的录影了，虽然我完全不知道它的更新率到底是如何，可能只有 30fps 也说不定。然后这个是对焦测试，哎，它可以这样子连续对焦的，还不错啦，只是啊效果不怎么好啦。哦，旁边还有其他的设定啦，这边有个影像旋转，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相机是用直的来拍的话，它就会自动转直的吧？那当然是要给它开起来啊。我错了，我想太多了。它打开之后，整个就是会镜像啦。然后图标显示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平常按 display 会显示的东西吧？对，那如果我们在一般拍照模式按 display 的话会怎样？这个刚才好像没试过，产品页面上是写锁屏啦。那我们按这个的话，对啊，就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就只是那个键，它真的关掉了。啊，它指的应该就是萤幕关闭，所以你就可以用观景窗来看了吧？如果我们在萤幕关闭的情况下拍一张照片的话，对，它也是可以拍下来的。而且为什么是连拍模式啊？不是选这个了吗？哇，它这边有一个录像对焦模式啦，然后就有个手动对焦跟全自动对焦了。
所以刚才我们都是在手动对焦的时候嘛，那我们就要选一个全自动对焦来看它效果好了。刚才本来就想我们这个实拍片段会不会太多了，但后来想想不对啊，这本来就是数位相机，我们要实拍的片段本来就应该要很多，而且效果好像不怎么好啊，对这个黑黑的东西它对不到啊。那如果我们拿其他东西上来的话，有啊，这个就比较快了。只是这个速度一般手机来讲应该也算是蛮普通的。哎、欸，然后这个我就有兴趣啦，无线热点。我们打开了哈，那我们哎、欸，还真的可以扫描二维码来下载手机 app 啊。总之刚刚我是扫了，然后导向了这个网站。哎呦啊，这边有一个 Google Play， 它有上架在 Google Play 上面呢，而且居然还有超过十万次的下载次数，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因为它 app 的大小应该也蛮小的，我看它马上就下载好了。它这个 app 应该也有在持续更新啦、啊，最新一次是2023年的7月。好了，那我们就打开来看看吧。选择 WiFi，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 WiFi 热点是多少。它的热点名称叫做 4K WiFi， 然后密码是12345678。你如果是高中生，然后设这个密码的话，一定已经一大堆人都破解好了。所以我们知道怎么连上啊？啊，没有啦，我们是要手动去进设定。OK， 这边就有一个 4K WiFi 了，我们来打它的密码吧，太愉快啦。好的，现在应该就是连上了，我们就回去这边，然后再按一次好了。因为它这边写4K WiFi 嘛，我们就按一下拍摄。哎，它闪退了，没关系，我们就再试一次好了。有了有了，哎，真的有了啦！只是我们的相机好像也只能一直停在这个画面，如果我们要退出的话，它热点就会关掉。不过至少顺畅度好像是没有不行，应该说顺畅度还行，可是这个位元率是有点崩坏了啦。很常会得到一些模糊的画面这样子，然后这边也可以选择模式，如果是慢摄影的话，对它就会切过去。可以调的设定好像也还蛮多的啦。好，虽然现在这个比例有点坏掉了，但我们还是来拍一张照看看。哎，对，可以。而且为什么又有倒数啊？这个相机我真的是摸不透啊。反正它确实是能做到这个遥控拍摄的功能啦，而且它能提供的东西还蛮多的。这个软体我觉得应该就是像那种给很多这种小品牌通用的一个协议啦。就这个东西不仅是 for 这个相机，还有一大堆其他的阿里拉扎的东西，也难怪这个 app 会有十万次下载啊。反正这台相机的开箱部分，我觉得差不多就到这边了啦。那这种东西不出门给它实测个几张或者录个几次是说不过去的吧？所以各位，接下来就等我的使用心得吧。反正好啦，即使是这样的相机，我也还是有一些使用心得的。首先我测过了啦，水富的这张记忆卡确实是个没问题的产品。写入速度可达每秒六十几 mega， 就如这卡上面标的 Reach 等级。经过填充测试，也确定它是完整的32 giga。只是记忆卡速度没问题，不代表相机本身的速度就是 OK 的、啊。从按下电源键到拍摄，至少要等个8秒钟。太快按快门的话，还有可能没对到焦。而且它自动对焦的能力还真的是蛮糟的。轻按快门的过程很常拉风箱，重点是最后还是没对到焦。更恼人的是按对焦的过程，相机还会以为你没任何操作，然后直接自动关机。不是，你罢工的速度倒是挺快的啊。再来，它的数位变焦最远最远就到这里了。这是机器上会写着16倍，跟盒子上写的资讯相符没错。可是这个望远程度根本远远没有16倍啊。再来，我后来也才发现，虽然观景窗与预览模式下呈现出来的照片都是16:9的比例，但实际上拍出来的还是4:3啦，上下是更广的。那所以这些照片的解析度是多少呢？我是一直使用相机上所说的 56MP 来拍的，而得出来的照片为8640×6480。按一按计算机就会发现，它确实就是5600万画素。录影解析度也是3840×2160，的确就是我们所说的 4K。果然卖场上写的资讯还是仅供参考啊。但我们也都知道，解析度并不完全代表画质好坏，所以来看看照片吧。这边就以我这台 iPhone 15 Pro Max 作为对照组。我知道这很越级打怪，但应该不会有人在意这个吧？反正这相机的镜头广度没那么广，但还能接受。目测大概28毫米焦段，然后这张白平衡仪跑掉了，整个偏红。至于大家在意的细致度，跟事先爆版画素的 iPhone 相比，结果是这样的。其实以差值上去的表现来讲，我觉得 OK 了啦。但各位真的就把它当做1200万画素来看待就好了。再来，逆光状态下的 HDR， 各位也可以当做没有。如果是直接针对太阳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再来看刚提到的望远，目前这是1倍焦段下的场景，看好了。那这个呢，是相机所说的16倍。这个时候我的 iPhone 只拉到 4.1倍，就有相同的视野了。更不用说 iPhone 的镜头还更广角啊，反正真的不知道这16倍是怎么得出来的。至于画质的话，也不是很意外，这时的 iPhone 也是数位变焦，但谁比较清楚还是一目了然。再来，我也试着让它拍个实物看看，结果怎么拍怎么失焦，这真的是它的一大短板。尤其光线不足的时候更容易发生，但是当它有对到焦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带来不错的竞拍表现啦。光看这张照片，各位是不是有种5999元好像画得蛮值得的感觉呢？反正白天结束了，就来看看它的阴暗面吧。
首先没有 HDR 的它，亮处跟暗处就会像这样放飞自我。再来也没有很对到焦，耀光现象也颇为明显。照片最上面还有一条不知名的亮条啊，这不是我剪片失误，是拍完了就长这样。而到了更暗的地方就更糟了，对焦什么的似乎也是完全没在管了。但好啦，既然它内建了 LED 补光灯，我们就也不要忽视它。那么整体效果还是 OK 的，毕竟放了4颗进去，补光效果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只是依旧改变不了这相机夜拍苦手的事实。好，现在是这台相机跟 iPhone 15 Pro Max 的录影比较。iPhone 15 Pro Max 当然就是 4K 60fps 嘛，那相机的话目前是用 4K 30来录的。只是那个防守阵啊，好像也还是不太好，里面设定也没有什么防守阵的选项，看来也就这样子而已了。好，虽然大家刚刚看到的好像大多都是缺点啦，但是如果你将它上脚架，然后架这个麦克风的话，它可能也可以成为这个 YouTuber 的第一台数位相机吧。啊，对了，相机侧面的这个 HDMI 输出我也有拿来接过，结果我真的吓到了，它居然支援 4K 30fps 的输出画质啊！虽然实际看起来就还是没有 4K 的感觉啦，不过真的是为它这些奇怪的技能点感到耐人寻味啊。总之以上就是我以这台知名电商平台买得到的奇怪相机的心得啦。总体来讲，我有被诈骗的感觉吗？我是不这么认为。虽然从头到尾写的4800万画素，实际上却是5600万，让人有点怀疑其中资讯传达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但它还蛮符合我预想中的表现就是了。反正买来做做样子，当道具用或许是 OK。但我只能说，最好还是别买啦，这价格相当之不值得。当今一台6000元的手机，拍摄表现应该都比它好了。这部影片就是一个我买了，所以你不需要买的概念。看在我这样浪费钱的份上，底下这些按键就麻烦各位了吧。各位在这些平台有看到什么奇怪产品，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啊。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